宣化上人，佛的十个名号，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。有位居士问我，如来佛和阿弥陀佛是不是不同？其实阿弥陀如来、释迦如来、药师如来，这每一尊佛的名字都叫如来，不是说单这一尊佛叫如来，另外一尊佛不叫如来。佛有十个名号，什么叫号呢？好像我们人有个名字，然后又有个别号。名字是自己尊长所用的，别号是一般平等的人所用的。号者号也，什么叫号？就好像老虎发脾气了，狮子吼的声音。号，声闻于外，因为你这个声名大，一般人都听见了，所以叫号，又叫别号。这号就是大声叫，有这么一个意思。那么，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，这是个什么号呢？这叫仿同先得号，仿是模仿，就是学以前有德性的人。一，如来，如无方所，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，来，来感而现，等来感应到交了，而现出来，这叫如来。用如来两个字是来无所从，去无所去，也就是无所来，无所去，这叫如来。又如是本觉的这个理，来是始觉的那个智，以本觉的理弃始觉的智，所以这也叫如来。如来大概的意思是这样。二，应供，就是应该受人天的供养，人间的人应该供养他，天上的人也应该供养他，这叫应供。应供也有一个名号，叫堪为福田号，就是他堪作人天的福田。福田有自利和利他两种，自利就是自己言真断惑。什么叫言真断惑呢？研究真理，把疑惑都断去了，自己明白了，再能去教化他人，令他人也得到真理，将疑惑都断了，这是利他。三，正辨知，就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正和外道的不正有所分别，辨和二乘的不辨有所分别。二乘人他正到偏空的理，而没有得到辨，所以这是和二乘不同之处。知是指和凡夫不同之处，凡夫是不知，而正辨知是无所不知。辨知也有一个名号，叫辨知法界号。什么叫辨知法界号呢？好像楞严经上说，松直即曲，古白无旋，皆了缘由。松树是直的，荆棘是弯曲的，古鸟是白色的，乌鸦是黑色的，皆了缘由，它们的根本是怎么一回事，佛都知道。乃至在三千大千世界以外，所落雨滴的点数，就是甚至于一滴，佛也知道。佛是无所不知，因此得此名号，就叫辨知法界号。四，明行足，明是明白，行是修行。明也就是智慧，修行就是福，福慧双足，福也圆满了，慧也圆满了，这就是明行足。那么明行足的明，又可说有三明。什么叫三明呢？就是天眼明，得到天眼通了，宿命明，前生的一切他都明白，漏尽明，得到无漏了。明行足也有一个特别名号，叫果显阴德号。佛于果位上显现出来他在阴地所修的德性。五，善事，世间解，善事好，是当往自讲。善事，世间解的另外一个名号，就叫妙往菩提号。为什么叫妙往呢？他善到十方诸佛国土，用权巧方便来教化众生，所以就叫妙往菩提号。六，无上士，怎么叫无上士呢？因为他把所有的惑都断了，没有见惑、思惑、尘沙惑，没有种种的惑了，所以叫无上士。若有惑可断的，就叫有上士。无上士也有一个他自己的名号，叫通伟达真号。佛知道内身和外境，一切一切都是虚伪的，唯独佛圣是真实的，所以叫通伟达真号。七，调御丈夫，调是调和，御是御车。古来的车是用马拉的，要有一个人拿鞭子赶着车，这叫御车。现在驾驶汽车也可以说是御车。有一天晚间，
我说，驾车就是调御丈夫。这个调御丈夫，调御什么呢？调御六道众生，都到佛果菩提，到佛的果位上。所以这是最大的一个大丈夫，调御众生，令其了脱生死，超出六道轮回。调御丈夫也有一个名号，叫摄化从道号，化度众生，令一切众生都依从修道的路去修行。八天人师，佛可以做人天的师表，三界的师表，这也有一个名号，叫应机说法号，应众生的机缘来说法。九佛，佛是半梵语，具足来说叫佛陀耶，因为中国人欢喜简单，所以就称佛。佛也有一个号，叫三觉圆明号，三觉是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，三觉圆，万德备，万德也都具备了，所以就成为佛。十世尊，佛无论在世出世间都尊贵，所以叫世尊。这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号，叫三界独尊号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独尊是指只有佛才是最尊贵的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出世的时候，就一个手指着天，一个手指着地，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天上边和天下边只有佛是最尊贵的，所以第十名号叫世尊，别号就叫三界独尊号。世尊又有六种的意思：一自在，佛是最自在的；二炽盛，好像火，很炽盛；三端严，又端正又庄严；四名称普文，谁都知道佛的名称；五吉祥，世尊这个名字有吉祥的意思；六尊贵。以上所说是佛十号简单的解释。